这手法是不是一捏就知道？这一捏就知道，一上手就是少林功夫的手。王牌技师申请出战。他们肯定没有做过这个按摩。啊！哥！啊！你是在搞八爪龙钟？啊！是不是感觉很不错？哎，一身汗，哎呀！哇，按摩完了好爽啊！来，我们放松一下。来喝一口更好喝的鲜牛奶月鲜活吧。月鲜活是0.09秒瞬时锁鲜，留住牛奶原本的味道，让我们和月鲜活一起开启鲜活青春之旅吧。哇，好好喝。衣服呢？衣服在这儿，放在边上的。衣服呢？没有。衣服呢？有吗？哎，真的不见了。我拖鞋都不见了。哎呦，谁拿走了？被我猜对了。餐馆老师你好，请把你们的衣服放在那个一楼里面。衣服？对，你把你衣服。我手机放这里面啊。不是，感觉为啥非得放这个楼里呢？是不是有鬼啊？不管了，先睡一觉。找衣服，谁给拿走了吧？我就听到稀稀嗦嗦的声音，我就知道有事儿。哎呦，衣服没了，那我们去哪儿拿？为什么偷我那衣服啊？那我们不客气了啊，从衣柜里找到了这个。还幸亏人家有帽子，你可以把这个，一会儿出去外面风吹日寒的。变身成功。你要不要抱上你的仙人掌？哎，走吧，出去找衣服吧。那个红色的是什么？哎呀，你们也这样子？他给我留双鞋。你太逗了，你像两个火柴棍一样。这腿，天地哥，你为什么还穿着毛裤呢？哎呀，忘脱了，刚刚按摩的时候忘脱了，我跟哲远都穿了。他也是两根火柴棍儿。他比我还狠。哇，你也穿毛裤啊？那咱们走吧。哎呀，还是不能。